so unkind. One day you're king, the next you're crucified. What good is true without love? What good are we if just flesh and blood? In this world, it's so cruel. You think you've won the game and they've gone and changed the rules. Maybe I'm just a fool to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beautiful. Oh, good morning. 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去拍摄，然后东西还没有整理完，所以好乱。这个是我前几天在 GU 买的睡衣，然后它非常的毛茸茸。因为我知道香港冬天很短，所以最近天气一变凉，我就马上拿出来穿了，希望能够多穿一阵子。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各位，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像卤蛋的一个造型，然后我这个头发不知道为什么长这么高。现在是11月初嘛，今天是12月。Oh my god， 我的日子都过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出社会工作之后，可能开始会对于季度跟年度这两个字极度的敏感。通常每一个 quarter 可能就有一个 review 啦，然后年度也会有一个 review 啦，年度季度的结算啦、预算啦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多事情。我今天上班没有拍太多 clip， 因为其实就是会议啊、拍摄跟活动，就是啪啪啪就连续到晚上这样。But anyway， 想用一个正常一点的样子来拍接下来这一段。不好意思，要戴个帽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是最近在很多不开心的事情里面让我觉得有被安慰到的一件事。是因为我大学是在美国读的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参加了一个算是 business club， 在里面我就是一个很活跃的你知道人，那我就竞选了干部，然后我就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干部。我们那时候每一个 committee 就会有两个 chair， 然后我的搭档呢就是一个韩国的欧巴，算是欧巴，因为他比我大。对，其实那一年我们都还算是蛮 close 的，然后就真的也是互相扶持的过了一学期，所以我心里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我大学生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朋友。但在我们毕业之后，这个韩国的欧巴就因为某些个人原因，然后他就回到韩国，可是他没有跟我们任何人说，就真的是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我们 IG 也找不到他， Facebook 也找不到他，问朋友也找不到他，生活圈里面就像蒸发了一样。就这样子一路到了现在应该是第6年吧，我们的共同朋友就是跟他终于重新的联系上了。那接下来的所有东西就到了这个盒子里面，因为前阵子我生日嘛，所以我就获得了一个来自韩国的生日礼物，来自韩国的 Momo's Coffee， 大家可以看到吗？他写我最喜欢的 Culture 生日快乐，我会好好的收藏的。我是一个对于朋友来来去去看的算蛮开的人，就是我会觉得啊，一切都是缘分，就是合得来则一起，不合来则去，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如果有朋友他想要一点空间、一些时间去消化他自己的东西，我也就是不会有什么 hard feeling 这样子。你就想象曾经有一个你这么在乎然后就是很珍惜的朋友，他在消失了5-6年之后重新接到他的消息，然后重新 reconnect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很棒咯，就是很珍贵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没有，就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小故事。他爸爸一下子生意就做不下去了，加上那几年听到的母亲和哥哥的去世啊，还改变掉了，改变的听着不太像石头的生活。I do apologize. Is the saying a rat's ass? Oh, 好叻，凑紧床款噶。我想要隐床款啊 ，Daddy。我要蓝色。
我要黄色，想要黄色，黄跟绿我也可以，黄跟隐藏款，我只是不要蓝还有绿的，其他都要，你一定会抽到蓝跟绿。面有蓝色喎，真系。我橙色啊，橙色啊，系啊，橙色嘅。你咩嚟啊？你真系，你特别白。好的，我们想要干嘛呢？我们终于讲了，从上个礼拜讲到现在，我们要来装饰 office 的第一颗 Christmas tree。It's the end of the year. Everywhere on TV, couples and Christmas trees, gift wrapping and cheer. Just the worst time to be with someone special.这位是不是很久不见了？各位，拿过来！因为我们两个是十一月的寿星，但是我们讲了三年都没有一起过过生日，所以我今天特别买了一个蛋糕。哇，我今年过得特别有仪式感。对啊。Nice。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Oscar. Happy birthday to us. 我觉得都是你吹掉了，你把我的愿望吹掉了。第一次在外面吃蛋糕。Happy birthday. Elated birthday.刚回家收到了一个包裹，美梦成真的概念。我的咖啡机应该是三年前买的吧，就是这个牌子 DeLonghi。结果他们寄给我一台新的咖啡机，还有一个磨豆机。哇！哦，试了一下，哇，你好美哦 ！Oh my god！噔噔噔，我还没有研究出来怎么用，但研究出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Good morning, everyone。我今天穿了颜色非常鲜艳的一件毛衣。为了这件上衣，我带了一个很可爱的黄色包包。我最近在换季嘛，然后前几天，前几天把棉被跟被套都拿出来了，结果我太蠢了，我一拿出来我就直接用，我没有先洗过，然后导致我这两天喷嚏打得我怀疑人生，所以我今天早上特地早起把这些棉被跟被套都洗了一遍。对，哦，我要打喷嚏了。我们刚发生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他刚要擦唇膏，就一打开那个唇膏就喷出来，没有错，你没有听错，这还飞过去了，他刚打到就是招财猫之后，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一节唇膏跑到哪去了，大家有看到吗？可以是不是了？刚刚可以，他也是见证着那个，不，他是证人，目击证人，我找到了，找到了，喷到这里了，大家看到吗？是不是真的？我们今天因应了那个活动，其实有个 dress code 就是圣诞树，然后每个人就展示一下圣诞树。我今天就是一个圣诞装饰的感觉嘛，就很花巧。来，你 OK？ 我是树的本体。OK， 对，后面的树的本体、有没有有点圣诞的感觉？我是红色的圣诞老人。OK， 今天是圣诞树。啊，给过。你中意 leaf pose？ 哦，中意 leaf pose， 好了。伊凡，你的圣诞元素在哪里？这里是 Olaf 的，OK， 他的皮肤。我的圣诞元素在，哒啦 ，OK， 我 Christmas socks。我现在来做一件我有一点小苦恼的事情，来帮今年暑假跟我们一起工作的 intern 妹妹写她的 recommendation letter。
我说我看到这个相机随便的放在餐厅，就知道一定是我的经纪人的。他已经隐去戏院整排咗张台度就走咗，跟我妈妈帮佢收埋，我就话你个相去咗边啊？喺呢度咯，唔喺我度啊？喺呢度咯。今次先别啦，你咪仔哦，拜拜，拜拜。八个口罩，恭喜你获得第一个福利喽！你跟我一起，你都唔会嬲啊！系啦，你都啱嘅，我都唔会嬲你。攞张两张，一，我会嬲另外一个。昨天我们玩到蛮晚的，好像两三点吧。然后现在在煮面。사랑한다고말해줬다면믿어줄수있겠니넌오직상처만받고있었지미안해 baby 네가없는현실너무나도비참现在大概是下午4:30，然后我等一下准备出门去拍照。谢谢大家过去大概一两年的支持。那我们现在呢，终于要迎来应该是短期里面最后一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就是 Surfshark VPN。Surfshark 呢是一个网上的 VPN 服务。最近因为可以开始旅行了嘛，所以我就开始你知道不断的看机票。那在网络上面购物这件事情，其实你会用到你的信用卡啊，你的个资，其实这些都是很 personal 然后很重要的资讯。那在网络上面有一些可能吃饱没事干，或者是你知道居心叵测的人，他们就会 hack 进你的账户，然后窃取你的个人资料啦，或者是可能会是持续不断的让你被一些奇怪的广告给锁定。Surfshark 他们有 offer 几个不一样的服务，包含你可以选择有一个叫做 Surfshark Alert 的功能，所以只要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收到通知，然后可以及早做处理。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你知道年轻人，对我还是归类自己为年轻人，它可以让我们在网络上面的足迹可以不被限制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可以自由的切换。那在我们看不同的串流平台，像是 Netflix 啊、Disney Plus 的时候，就不会被他们的地域限制给限制住。另外他们同一个账号也可以有多个 device 一起用，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现在用我们的 promo code clumsy 就可以有 83% off， 然后外加现在到年底有4个月免费。那所有的详细资讯我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 anyway，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现在准备出门，希望今天可以很快的把工作给完结。今天想要戴这个项链，家里的摄影技术的时刻到了，我们现在调灯光，又踩着它。我们第二个拍照点在赛高垄，然后一样是人超级多。Charlie 刚刚还说这边太暗了，还是我拿一个 LED 灯出来。我说你拿出来，我就变成全场的焦点了。差最终的萤火虫。我就说，你赶快收起来，收起来。Favor candle。最近累积了超级无敌多片都没有剪，我最近呢有点忙，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有点没在状态里面，所以我现在累积了大概有4支还是5支影片吧，所以要慢慢的赶快把它处理完，然后呀，非常非常适合冬天的一个蜡烛。By the way， 今天是我爸生日。
然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哦，不对，我在敷面膜。嘿，如果跟家人的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没有住在家里，但是你们见面不会太困难，就是想要见都还是可以见到的话，拨时间回去看他们，然后吃个饭也好，他们会很开心的。前两年是因为 COVID 真的太麻烦了，现在的话我也想要尽量不要隔太久就回去看看他们这样子。对，好像有点太感性了。谢谢大家看我的 vlog， 如果你们没有看我的 vlog， 我应该还是会活着啦，只是说会有点伤心，因为有你们看我的影片，所以好像我的人生也变得比较有趣一点。谢谢大家，来白酒来一杯 cheers。 好啦，我要剪片了。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